神 Come on 神明电视台，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神明电视台，神明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亲近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又阁继续来讲这个。禅林宝训第137集，这集的训题安尼讲：恭敬接引，无邪依师。意思就是讲，做一个主持呢，应该爱代讲无私。正直来接待这些来参学的人，不能偏在那个私心。训文来讲，阴修者为万安远，夫清闲知识啊，常舍知其心，以至光至净，接纳素来，其间有抛道德仁义者，虽有羞怯，必须谨记。其下感谢显宝者，虽有私因必须忘记。师来者知所修，一心动德，二庄严安逸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严修者。普通大经佛寺吼，方丈落来拢阁安一个修座，就是较老资格，迄真可能有诶拢是主持诶同辈甚至长辈啊，较有修持、有道德、有捌佛法诶，
来领导时将啊。这阴修座呢，对迄个万安禅师安尼讲，称作善知识。有经咧讲个善知识，就是教佛法教好个迄个上知认识个师友，啊，师长啊，别同辈朋友，哎，啊，做善知识。啊，若教歹啊，做恶知识。善知识讲较坦白，就是名师啦，师长、师父。讲作为一个师长的人，自己应当先爱洗去心内遐烦恼妄想污垢啊。你用迄个大公无私、正直的心去接待养老。由四方来参学的人，大陆迄个大丛林拢会使去挂单参学啦。啊，有诶念，有诶净土宗诶道场去遐参加念佛，啊，有诶禅宗诶道场去遐参禅，啊，去参学，遐做挂单啊。台湾的佛寺敢无啥这习惯啊？除了偶然间去照歇一暗，加少去外来咧参学啊。而在参学的这出家人中呢，有好有歹啊。那有诶，那有抛修道德仁义，就是讲靠道行。较捌礼仪个，伊即使含你主持呢，以前或者有欠缺，就是大概小可有误会过节，啊，就是大概吼，小可有客，你也必须爱大公无私，甲修养，互伊入来参学。啊，其中参学的有诶，那是迄落啊，奸巧啦、奸诈啊、邪恶话，行为不正、轻薄的危险分子。即使以前对你有迄个恩德，对你袂歹，你也爱必须。远离下去，啊，无伊即个吼影响规件事，会小教歹啦。人讲同流合污，会影响别人。那当然大公无私呢，师来参学的人，拢知影讲自己应该安怎遵守时戒律，大家吼团结。一条心，啊，做伙修这个道行福德，安尼迄个庄严佛寺啊，就是平安无代志。文殊师利所闻经上讲，心性本净啊，诸垢为垢啊，以智慧水洗涤心垢。讲咱一切众生，真心是性本来清净，是遐客尘烦恼。真心是心性，一个明镜真清净。客尘烦恼就是像外口飞来遐灰尘，客尘烦恼指咱心内遐妄想烦恼，因去因外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。所生的这客尘烦恼呢，诸垢为垢，凡产生心内有污垢，像遐行煞惹
写袂清啦，啊，得爱合佛用这智慧的水，慢慢甲洗了，洗遐个尘垢。那六祖讲讲，迄、那个神秀所讲的讲，时时勤佛七啦，莫输家定来，像遐行时时七七咯，唔通有定来。出了经来讲，地者以慧人心啊，心求诸故啊，犹如矿体啊，即成真金啊。有智慧的人，用遐智慧来洗咱心内遐烦恼有故，安怎修心养性，克服家己，降服家己的心，心求诸故。爱时时关心来起心动念，我起啥物烦恼，爱安怎个控制幸福？安尼就像修心养性锻炼，就像迄、那个咧练迄个五金金嘛啦，哦，火炉内一遍过一遍安烧安练吼，遐矿体就烧到变成金啦。嗯，我看从古经来讲。令佛心者最有道力啊！我以心道啊，地劫无数，今来得佛独步三界。释迦佛讲，会当克服你家己的心，金刚经讲降伏其心啦，降伏家己迄烦恼心、妄想心、恶念，迄就是真正有力量。若无力量的人，啊马马虎虎降伏不了家己的烦恼。释迦佛讲我含这个妄想心、烦恼心，啊，多情多思呀，吼，已经到即马经过几千劫，讲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呾得道成佛，突破三界的三界来称作道师，啊，《楞严经》来讲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。未记为物啦，为物所转。一切众生本来心内清净，就是拢迄六根受着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引诱，啊去欲念贪欲，啊怎样去攀缘六尘，啊毋知人回头。人讲心比境转，啊，互遐六尘所迷。啊，迷失了自我，所以咱家己的真心实性就失掉去，就像一个主人吼，去外口家去贪遐酒色财气，啊，结果遐厝内放空影，外口遐烦恼擦，拢入来占做主人，喧宾夺主啦哈，喧宾夺主，啊，主人吼。拢去外口流浪去啊，所以为物所转，哈，未记为物了，家己未了自性。出了经来讲，当自吸收啊，随机教训，既不避讳，焉能分辨啊？讲修行爱自己克服家己的康复，家己的心安修，爱随着佛法的教训，爱。训练家己，降服家己，自己若袂当降服，袂当受训练啊，乖乖，哪有可能去教化众生去训服别人呢？大学安讲，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呀。儒家讲仁义啦，讲就是讲一个人爱有道德仁义，啊，人讲上不正都即下歪啦，啊，顶面若翘正，下面就对你会正。讲将来无迄个讲顶面会当爱好仁义的人，啊，而伊的学生下辈袂对伊学安尼好仁义，会看样啦。我汉诗人讲：以身教者长，以言教者上。要你教训后代子孙学生呢，爱往神教，毋是往言教。
新教就是讲以身作则。啊，你叫人讲唔好食薰，食薰唔好，你家己，结果你家己偷偷啊食薰，安尼吼，你讲哎，遐学生啦，遐后辈哪会听你的话？啊，你家己在食，佮教官唔通食，遐只上就是当面含你争论，哈、啊，袂听你的话。你啊，家己本身都无食薰，哦，啊，大家看伊讲啊，老师都无食薰，咱对伊无食，安尼，以身教，哈、啊。欧阳修人讲：“君子同以君子，以同德为平啊。小人以小人啊，以同利为平。君子和君子做伙是拢讲德啦，啊，小人和小人做伙是拢讲钱财利益啊，安怎来有钱，安怎来淘汰啊？”宋元学人安尼讲，小人好恶依计啊，君子好恶依德。小人吼、哦、爱一个人，无爱一个人，伊是以自己私心啦。啊，君子伊是要爱用一个人啊，无爱迄个人是以迄个道理来判断讲这个有德行有道德。嘿，中庸人讲，吾日好自专啦、啊，将日好自。如是化自用，兼是化自专。一个人吼、哦，自作自专，拢是因为，迄就是固执啦，就是下贱，未接受别人的意见。你是春秋安尼讲，智之用事啊，不如愚之用功。一个遮聪明的人，但是自私心遮重啊，不如迄个呆呆戆戆吼。爱大讲无私啦，做即爿人讲，讲字义上啊，在所必义；做字义了，在亲必不舍。讲一个人有见功劳，偏讲去位有见功，伊虽然和我无啥物亲戚关系，我应该奖赏就甲奖赏。啊，一个人犯着罪过，爱罚爱杀，就是我的亲人也袂使赦免，迄就是大讲无私啦。做职就是迄个曹操的第二囝，遐学问真好啊！六方礼经啊讲，不言得其善者长之，恶者怨之。我以善知识相随，此地幸福啊！讲爱，人有好歹，爱选迄个好的来亲近，啊，迄个歹吼，都爱下调较远离咧。我无私以来，就是虾米咧？上帝说好的师长名师呢，爱亲近相随，今日才成佛了。华严经安讲，因善知识引发一切菩萨善根啊，因善知识接近一切菩萨做道法。就因为有亲近名师，有善知识教导，带得师弟吼，发菩提心啊，修这善根。啊，接近遐个菩萨的德行，六道万行啊！《法华经》来讲，我观一切破戒平等啊，没有彼此爱憎之心啊。佛是以迄个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。所以看一切众生哦，无见好歹，我欢喜无欢喜，拢一切平等救度啊，无迄个爱憎之心。成佛之道是我的老师印顺导师所写啊。初入正法者，应清净善思啊，正教达实相，避免口为善。初入正法就是讲，对一个人要入佛法，要入佛门来学佛法呢，拢爱清近名师啦，就拄仔讲爱清近善知识，是啊，善师就是善知识啊。善知识哦，或者伊自己亲近，啊来将伊亲近个来个教予你听，使你也会当达到迄个明心见性，证到迄真心实性。所以善知识有迄个悲心、怜悯心来
方便口语说为甲你教导。行水经来讲，学问不得名师啊，安知天下有大道乎？自家讲要去做学问，求学问啊，那袂当遇到名师指导啊，要安怎会当知影讲天下有个大道理呢、真理呢？学分嘛是共安尼啦。华修经来讲，菩萨清心救法啦，随着法师啊，即能成就一切佛法。菩萨吼，清心救法，菩萨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上求佛道要救化佛法，用许清心诚心。求法，所以爱随着法师，就是爱亲近名师。伊名师行到地，你对到地，约就是拢对对条条啊。安尼才成就一切佛法啊。所以学去名师足重要啊。唔通自作聪明，啊去亲近唔对。咱这个。这个清净名师，你若去清净唔对吼，清净就造火入魔啦。然后去清净到有遐富富寡多，讲到神通广大，结果去学吼，学到尾也不但未得道，五道得道入正道呢，搁偏差吼，后日吼，甚至讲一梦因将梦啊，烧砍入火坑。一个青梅，家己都对真理无了解，佫会带别人，引导别人带路。啊，遐个互带的人几十个，青梅带一挂青梅，烧砍入火坑，拢跋跋落火坑，跋落狗也毋知，当着电火跳也毋知，啊！目睭背后金，清净明书，毋通清净唔到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天，倒来台湾了，看到即个古文的佛经足深。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8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用归原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有随喜作用，都有寄互。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定写要来甲讨。迄阵卖西亚一个林技师来搭甲讨100几本。讲伊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的白话佛经放到全世界拢收得到。啊，咱遮若有一点仔收入，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啊，佫救济急难，佫收几啊高字，佫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女将，想要出家培养因，大家会当，为佛教方法立身。我伫电视所讲的遮。因為出版电视讲演接教本啊，各位老师啊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金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一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。阿弥陀佛。严古刹新桥弘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
新超风师数十年来推动育婴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幼学自修班、修养高二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风师，电话：0763122291。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道场一个什么所在？需要慈悲的所在，拢叫做道场。所以，生命电视台爱将慈悲的教法透过电视、电脑。难道在任何的场所，就是要去奉献慈悲？那各位接受到以后，各位也要去慈悲，所以希望各位关心外口的流浪狗，替外口做施食、夜间露水，乃至怀着菩提心念佛、上顶持咒，回向我们的社会处理革命，这才是生命菩萨该做的。希望各位多扶持、关心生命电视，阿弥陀佛。打开生命电视，是万千神行功德的涌现；护持生命电视，是广受无量福德的机缘。护持号码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，我的省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、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，可以用来冲马桶还有拖地，一水多用，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。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，我的省水好习惯是把洗蔬果的水和除湿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，用来浇花、擦拭家具，还可以拖地哦。一水多用，节水可以很轻松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；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；三、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；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；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明仔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黑暗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
起跳，才能放。